说实话，对面这个阵容有点屌。这把不能那个，这把不能处于劣势，所以我这个点要稳着打。我要使用我的黄金法则。打弄手，我跟你讲啊，哎，六级就是一套把他带走，前面呢也可以跟他打，但是呢要柔一点，要戳他，用我的巨龙撞击戳他，巨龙撞击很远，消了耗蓝也不多，看他怎么做，看他是这个进攻欲望强不强啊？他 A 一下，我 A 一下，戳一波转，很转，往后拉一波，反手一波，一箭双雕，没有成功。你看上去我在让他，实际上，哎，你看我，哎，我刚才取消及时普攻就是骗他。你看我一直 A 兵，骗他的，哎，骗他的，哎，骗他的，骗他的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就很细节。我稳如泰山，兄弟。没怎么说，你皮还，哎，我就不服气，哎，我就是要打他，因为我跟你讲。他要 Q 闪我，我骗他，他死了，哎，走，哟，嘿嘿嘿嘿，哎，我跟你讲，刚才啊，我两级，他三级，他把我拉过来，我为什么打他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们的盲僧在附近的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要吸引他的注意力，把所有的这个精力啊，化在我的身上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我在勾引他，说实话。我宣布他炸裂了，这个线他炸裂了，哎，但是呢我这个你是真皮，你是真皮，你是你，我不是你，你是真皮，哎，你反手拉我是吧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爆发不比你低的，虽然我给你打了一套，看上去我血量掉得很快，但我一手爆发也很高的，是吧？哦，来了，他选择了一波。兄弟，你只要敢吃这个兵，你皮，你皮，你皮，哎，你只要吃这个兵，那我就不跟你解释，我们也不出 EQ， 对吧？他规避了很长时间，然后上路来了，被杀了，然后直接倒他，没办法。所以像这种情况，他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呼叫打野，别无他法。不是小事情，兄弟，折磨王来了，你怎么说？一发巨龙撞击，虽然他六级，但我没有大招啊，不要跟他，好，差不多了。一发，你上前就是一波折磨，你不上前也是折磨，反正正反都是折磨，你该怎么办？大招蛮好，好，强行顶兵线，哇，走位进去，进去。哎，不存在，可我搞这个，你有本事冲塔杀，哎，我的枪怎么说，你怎么说，我蓝也不多，哎，你怎么说，有本事直接打我们，打我们，我不怕的，哎，求打求打，哎，我很烦，哇，这波损失巨大，这波损失巨大，哎，好兄弟，我不跟你玩控线了，我直接过塔折磨了，这波死的好伤啊，怎么说怎么说出来就是折磨，就是一手折磨，折磨王，哎，你怎么闪都没用，再深推一波，再深推一波，还可以再推一波，他们中单不见了，没事，在我的视线内。兄弟，你七级，你省点事。兄弟，我要不是看你阿离不在了，我反手就给你一个巨龙撞击。在，好，你真的这个人啊，他已经不是胆子大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不是胆子啊，这跟胆子没有关系了，他已经没有胆了，他不知道死亡是什么了，现在，你知道吗？这种概念的，你看他反手找我打，巨龙撞击，
里皮怎么说？球抓，哎，我很舒服。球抓，哎，怎么说？球抓，球把我抓死了。哎，球把我抓死。哎，怎么说？哎，怎么说？皮，皮。哎，圣盾，照我一波。像个瓜皮一样的，这个就跟瓜皮一样的，愣头青的抓人啊。他们这个德莱厄斯没必要杀了，他不怕死，他根本对于死亡毫无畏惧的，他没有概念，你懂吗？啊，所以我杀他没什么，还不值钱。你是真的以为就是我不杀你是怎么说凡人？哎呦，说实话，真的，怎么讲呢？这把啊。这个德莱厄斯呢，他要是那种，哎，就是我很烦，总而言之就是我很烦，然后就很生气。说实话，真的，我要杀你一波。你是嘛，就皮的嘛，真皮沙发了都，哎，你不如去卖真皮沙发了都。好，不杀你了，现在开始，我不管你是真真还是假假，我都当你是真，好吧？啊，我最怕这种，真的最怕这种。他每一波都上，你不知道他身后到底有没有人。战绩会证明一切，这波贪完一波线。嘿，你呀、啊，不要急，大招给点燃，放大招，我再出一 Q， 节省，看到了没有？技能合理化，懂我意思吗？不懂，给你解释一下。阿木木的大招起到个禁锢效果，但是呢。没什么，让你们见识一下我团战啊，很皮，这四个人呢、啊、很皮的、啊，哎，打得有点早，兄弟，不要着急开幽梦，这个时候开启幽梦，一波一 Q， 走位，哎，这个走位我给我自己满分，吃个药，反手巨龙撞击往后拉，怎么说看对，你很皮，这个他皮的、啊。你简直啊就看不懂他了，他以为他上天了，他以为他觉得自己上天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听说你觉得，哎，哎，我还就不打你，我还就，哎，你皮，你皮，哎，你皮，你觉得自己很帅，哎，闪现躲我的 EQ 不存在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存在？不存在哪里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等会跟你讲 ，EQ 过强，圣盾减速够到，停 A 加这个回首巨龙撞击二段大招，啪，我自己都啪。我自己都怕，你别说你们了，我这种思路连打带想连杀带跑，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，真的，我觉得我这看上去是有人带练帮我打的，但实际上呢并不是，就感觉这个左脑跟右脑已经分开了，很可怕，否则我斗鱼金牌奖时那不是浪得虚名吗？啊，我自己都怕，很 beautiful， 怎么说我还就赢你一波啊，我还就赢你一波，你还怎么说还哎烧你一波，你还怎么说还他两个人，不然我真的就干倒你，以为能够减速到我，还不我这时候叫 EQ 还把你禁锢住反手再过来，哎你这就怕了吧，哎我反手再二段走，哎我这哇要留一手，哎反手大招一盖再二段再走，哎这个就没办法，我就问你，如果你是这个诺手，你会不会把电脑给砸掉？很有可能会，哎，就很生气，没有什么反应的余地就将你给秒杀，这才是嘉文的最高境界。哎，大龙给个眼，怎么说？你还，哎，哦，这么多人啊！哎，这时候确实有点烦。哦，来一波，来一波啊！这波必须要打了，不战不行了。但是我觉得，完了，太险了。好，阿里没大招，扣一波脚，跟他干。Beautiful， 注意啊，注意我的细节。来，哎，你皮，哎呦，怎么说？哎，我切割，切割你，怎么说？哎，哎，我
反手大招，你干嘛？我也不打。哎，我说他，哎，我不打，你不打，我也不打。这怎么说嘛？你想跑不存在的，你跑是不存在的，我把你拖住，不存在的。哎，兄弟，到我了，怎么说？哎，你这，哎，你干嘛？哎，看到没有？这死无所谓啊，我们不要去纠结为什么死了，不要去纠结这个东西。我只能跟你讲，我刚才那个处理完美，完美，没办法的，必输的传单，他们是必输传单，哎，必输传单，哎，对面怂了，实际上我们打就我们输了，不急，注意看这波啊，注意看啊，哎，我们从侧面，哎，注意，注意看，硬挂刀，好，先往这边拉，哎，不要急，什么都不交。反手一 Q 接大招闪现出来，吃药把他们困住，没人拦得住我。回头再过来，哎呀，回头再过来。虽然我血不多，但无所谓的，有血没血都一样。你是真皮，真皮有我吕凤仙在，你还皮？你到哪皮得起来呢？对不对？我们横拉走位，慎盾，减速，哎，走位，没有用，兄弟，你还是得死，没有脾气。巨龙撞街团灭，对不对？我就问你，这波团灭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你能回答得上来吗？如果你回答得上来，我就相信你这波完全懂了我们的操作跟细节，完美。如果你回答不上来的话，就有点难了。妈的玩蛇，哎，不存在哟，打我，不可能打我，对吧？哎，脱节兄弟，哎，好，大招盖起来，二段出去。哎，我操，旗子没了，把它顶开。没事没事，我 EQ 好了，秒不死我，秒不死我。哎，这就胜利，我 EQ 可以放，但是我故意不放。哎，我这个走位很 nice。哎，躲在边缘 OP， 适当的时候来一手，怎么样？嘿嘿，哎，哎，不要放撞击。不会吧？是杀掉？我团战打得很好，哎，兄弟们，游戏结束。说实话，大龙已生，你是，哎，你是真皮沙发皮皮，哎，皮皮巨龙撞皮，哎，皮皮，先拉开，不要急，哎，怎么说？二连接 EQ 很稳，回家大龙，哎，死了一个，这中单死了，大龙，大龙。打了，刚刚我们撤，搞了个虚弱还可以。他们阿木来了，别急，给他们出来。我说实话，我想勾引他们一波，给他们开一波，给他们开起来。队友来了怕什么？注意看他们后排，好，勾的不错，阻拦他们后排，开圣盾，开这个什么都不管，反手就是给你一波大招盖完就闪，让你不给输出。哎 ，beautiful， 怎么说嘛？没有输出的嘛。咦，啊，我觉得我自己很棒，你说呢？我觉得自己很棒，这手就完美的起到一个牵扯的作用，牵扯的作用，切割牵扯，哎，很棒，真的很棒。虽然是倒下了啊，但是处理完美，几乎没什么瑕疵，唯一的就是瑕疵在这个地方，小走位没拉起来，拉起来 EQ 就跑了，然后回手再过来，哎，回头望月，要把他给玩死。好，注意看啊，来，注意看我这波细节。哎，怎么说？我先开跑。哎，看我在旁边看啊。好，这波 EQ 可以放，回手不给大，看到没有？不给大。你想出错，反手怎么样？大招接撞，你皮闪开拉走。哎，反手再站好角度。哎，准备插二段 EQ， 但是哎，好走位。好，你看这边再贡献一个 EQ， 就搞定了嘛。哎，完美。兄弟，来圣盾减速 ，A， 提亚马特 A， 回头站位接击飞，是 beautiful。这个皇子玩的你真的没无可挑剔，你承不承认？哎，但很可惜，我们这把好像推不了。嘿，你上来就死，兄弟，不要挣扎，挣扎就送死，你知道吗？挡子弹，不要做无用功，上 A。
A 解码这个，哎，肾一、二、三不放，不放就是不放 ，EQ 放肾盾 A 回手二段撞击接大招，先跑路一波，往前拉个走位，反手 EQ 撤掉。好，怎么说脱节直接二连？那你像这种情况啊，脱节的，哎，交出你的。好，不要急，哎，打断，好，不要慌，我们有闪现的，割开两人非常完美，来这边，哎，打这里的很舒服，打大龙很棒，哎，推掉再打大龙，你看我这处理很棒，我刚刚去打这阿离，其实对这个阿离呢，要么呢把他秒了，要么呢起到一个怎么样勾引的作用，柴呀，没事，不用怕，有我的巨龙撞击在，哎，这个地方好，不要急，不要出，要稳，出的要稳，这个稳的一批。哎，稳的一批，这怎么说啊？走位，哟，撞上去了，接上，哎，吸血，一点都不慌，一波，哎，帅的是一批啊！这个操作，这盘皇子真的，说实话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我给我自己打120分，还有20分帅气分。